金刚棒喝，宣化上人答问录。521学生问：我有个问题，上人可否点明我？当一个人打坐时，谁或什么是打坐人？上人答：You find out， 你自己找。522学生问：您说当一个人打坐时，我们要忍下感受，所以我感到奇怪。我们可否发泄出感受呢？或许该把它收在里边。有时候我把它放在里边，但是之后我发觉我要爆炸了，我该怎么办呢？上人答：忍受是要空了它，要没有了，不是藏在里边。你藏在里边做什么用？你装这些垃圾干什么？要忘了它，憋在里边比最邋遢的东西更邋遢。原子弹的威力大，它比原子弹威力更大。如果你不怕分身碎骨，那你把它藏起来，可怕，可怕。523问：想请教上人关于舍利子的事情。有人说它是石头，有人说它一颗会变两颗，有人说它会消失，请您解释一下。上人答：舍利子是人修行持戒而有的，不杀生，不偷盗，主要是不邪淫。因为不邪淫，则自己本身宝贵的东西不会丢了。那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相信每个人自己都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生命的根本，我不需要说太多。你如果没有邪淫的行为，舍利子自然会光明灿烂，比钻石都坚固。至于一般人说舍利一个变两个，那是一般人有这种传说。我因为没有读过化学，做过实验，没有试验过舍利子是什么样子，没有这个经验，只能告诉你，守戒律就有舍利子，不守戒律就没有。524问：这么说要有舍利子的话，要清净无身。上人答：对，要独身。不要接近女人，接近女人就是有舍利，恐怕也是玻璃。525问：那女人也不可以接近男人了？上人答：对，也就是这样子。所以佛教里不结婚，出家人要互相督促，不可以乱七八糟的。有乱七八糟的行为，就是不守戒律。修道的人对男女问题一定要很清楚，如果不清楚，那就是鱼目混珠。526学生问：请您指示一些可以帮助我打坐的方法，让我更能清楚明白佛教的教理及了解其他我所学习的宗教。上人答：打坐要先学会坐打，坐着挨打，就像挨打那么痛似的，能忍受痛，这就叫打坐。这里包括不打坐的时候，人打我也要忍耐，骂我也要忍耐。总而言之，八风吹不动，才能坐着不倒单。527学生问：请告诉我，忍 endure 及耐 patient 之间的差别，他们是否一样，或者耐性有别于忍受，就是接受它？上人答：耐是有耐性，不发脾气，不爆炸，
不像原子弹爆炸似的。比如打坐忍不了痛，就是不能忍耐，都是差不多一样。能忍的也忍，不能忍的也忍，就是原子弹不爆炸。A.K. Pina 教授说，我想在英文中，此二者是有所差别的。忍 ,endure, 是要坚强，耐 ,patient, 是要有好的性情。忍多在于生理上，耐是要柔和，性情随顺。528学生问，您之前说到每一宗教都有它的好处及坏处，什么是佛教的短处呢？上人答，短处多了，骗人啊，把人的钱作为自己的，这都是短处嘛。佛教不应该化缘的，叫人供养自己，自己不供养别人，连自己的福都跑了。佛教里头出家人都不应该碰钱的，为什么出家人那么多钱在袋里带着？他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不贪财宝，身无长物，是这样乞食赤足，就是去托钵乞食，起来什么吃什么，这样就够了。为什么还要住在高楼大厦，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东西，穿那么好的衣服，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短处吗？529学生问，上人可否指示我如何加强我的坚固心、意志力？上人问，怎样有坚固心？你要坚固心干什么？学生答，因为不够坚固。上人问，谁给你拿去了？学生答，就在我自己这儿。上人问，在你自己那儿，你怎么来问我？学生答，我自己去练习。上人问，既然在你那儿，你回头就是了吗？你拿出来就够了，你问我，我怎么教你坚固呢？你的坚固心是你的，我的坚固心是我的，你来问我，那不是向外祈求了吗？不是问道于盲了吗？学生答，我不一定是丢了，只是要加强它。上人问，你什么时候丢了？为什么在你追求女人时又那么坚固？学生答，我明白了。众笑。上人问，你在那样坚固，怎么这样就不坚固了？学生答，现在我有了。530学生问，对于一位不一定是佛教徒的人，怎样学习忍过自己身边亲友所影响的痛苦？上人问，什么痛苦？学生答，好像你喜欢的男孩不领你的情。上人开始，一切是考验，看你怎么办，看我怎么办，看他怎么办。对面若不识，须再从头练。你有什么难题，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你要真认识自己是错了，就不要管旁人对或不对。他非即我非，他的不对就是我的不对。同体明大悲，你能无缘大慈，同体就是大悲心，对谁都以慈悲心来待人，这样什么问题都没了。531学生问，我是犹太教徒，但上人所说的世界五大宗教之中没有犹太教，
我想知道佛教中如何能与犹太教合作。上人答：犹太教就是佛教，天主教也是佛教，不过换汤不换药，换名不换意。我拿什么宗教都不是宗教，认为只是人性的变化，所以我见到什么宗教，我就是什么宗教。532问：什么是烦恼及菩提？上人答：你如果不知道，那你可以多生些烦恼啊，这没有什么可学的，一点也不困难，繁长之意而已。你这边是烦恼，翻过来就是菩提，这就像冰和水。533问：在寺共修和在家自修有何分别？若在寺有烦恼心，当如何？上人答：在寺中若会用功，也一样修行；在家若会用功，也一样修行。你能至心一处，那就无事不办；否则，在家在寺都是白搭工。534问：如何修行？上人答：诚心念佛。问：如何诚心？上人答：万缘放下，生死心切。535问：身为家长，我应如何教导小孩了解受持五戒的价值？上人答：最好的方法是你自己先持戒，小孩都是有样学样，他们看到父母欢喜持戒，自然不会怀疑持戒的价值。另一好办法，可读诵高僧大德的传记给他们听。古来大德持戒修善，得大福报。此等故事，一粒小孩耳根必深印十田，可为日后成长道德生活之楷模，信受奉行。536问：禅坐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上人答：禅坐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不论你是在读书、工作或整理家务，每日的禅坐能增加你的集中力及减少生活压力和增进身体健康。如果你想启发真正的智慧和解脱，就更应该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才能真正达到所谓了生脱死。537问：佛弟子若已受五戒、菩萨戒，是否该谨守戒条，如素彻底呢？上人答：当然了，不守戒条，受戒干什么？538问：听闻佛法后，我很认真地去学佛，然周遭的亲友未能认识佛法，认为我太入迷，走火入魔。此时，当所谓慈悲、顺俗、和光同尘呢，还是咬钉截铁、刻骨铭心、自拔于生死苦海，请开示。上人答：你要做疾风中的劲竹，烈火中的精金。有百折不挠的精神，那才是佛的真正弟子。539问：皮衣、皮鞋、皮包等间接杀生的东西，是不是不应该使用？上人答：是啊，就好像人死后捐出器官，他会不会死了之后又不捐了，要拿回去？那怎么办呢？他说是一时糊涂。540问：为什么那小鸟停在师傅的手里不走啊？上人答：因为我没有杀心。541问：
佛教讲众生具有佛性，为什么众生那么迷失，到现在还在受苦呢？上人答：众生皆有佛性，众生也有鬼性，众生也有畜生性，众生也有天性，也有菩萨性，这是众生所具有的。可是众生就知道往下走，不知道往上走。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众生就贪世间有形有相的吃喝玩乐，这些东西他认为是真的，而真正自性的快乐他却不认识。所以本来善恶两条道，修的修，造的造。你说众生都迷失，还有不迷失的，还有认真修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也有，所以你不能说众生都是迷失。542问：现在有一个人向我传日本的日莲教，他们说也是佛教的一种，但是他们说的是《妙法莲华经》，不知道上人对这个日莲教有没有了解？上人答：我不答复这个问题，若答复这个问题，说一些好像攻击其他人，虽然他们是日本人，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们的自尊心。543问：最近我听人家说，人可以先得到开悟以后再好好去修行，只要你到我这地方来，让我加持之后，你就可以马上开悟正果，然后你们再回家好好的去修。我听了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向来都是说先修行再开悟正果，这种相反的论调，想请上人解释一下。上人答：这一种是很玄妙的，我因为只懂很平常的道理，太玄妙的道理我不懂。544学生问：我有个关于欲的问题，要请您指示对的欲和错的欲之间的差别。上人答：你自私就是不对，你不自私就是对，合理的就是对，不合乎真理的就是不对，对你自己有利益的就是不对，对他人有利益的就是对。再往深一层研究，那我就不知道了。你那些见得人的欲就是对，见不得人的欲就是不对，就是说你做的事，人人都认为合理的，这就是对，这叫见得人。你做的事不合理，怕人人都知道，那就是不对。你明装人就是不对，暗装鬼这也不对。你又掺糠又施水，卖米掺糠又兑水，那都是不对的。天理和人欲没离开多远，就在一念之间。545问：请上人解释，有的人说鬼上身的时候是观世音菩萨入他们的身体，怎么样？上人答：我不是观世音菩萨，我也不是鬼，我不知道这个问题。546问：皈依上人需拜佛一万拜，是否一定要在皈依前礼拜完一万拜，还是可以皈依以后慢慢拜完一万拜？上人答：这个一万拜是皈依以后可以慢慢拜，你拜完了一万拜，你可以拜一百万拜、一千万拜都可以的，没有限度。547问：受戒之后是否一定要吃常素？由于环境的不方便，是否可以吃肉边菜？上人答：你若到六祖那样的诚心，可以吃肉边菜，你若不到六祖大师的那个程度，
还是少吃肉是好的？548问，现在世界为何有这么多灾难？如空难比去年多了很多，这是什么果报呢？上人答：人的脾气太大了，杀生太多了。549问，请问法师，我们居士可以放蒙山吗？上人答：居士可以吃饭，出家人也可以吃饭。居士可以穿衣服，出家人也可以穿衣服。居士要睡觉，出家人也要睡觉。衣食住行，出家人所修的，在家人也可以修。不过你不要骗人说，啊，我在放蒙山，在那儿装模作样的，向人收供养。居士无论做什么不可以收供养，居士做佛事，给人念经不可以收钱，做所有的事情都不可以收钱。你若不为了利益自己，你做什么佛事都可以；你若为了利益自己，你做什么佛事也都不可以。因为你还没出家，你就指佛穿衣，赖佛吃饭。550问，什么叫法法不相知？上人答：这还要问吗？法法不相知，就是不相知嘛。你说法，他知吗？你说法，有知觉吗？551问，父母去世多年，我做儿子的曾经多次参加超度法会，请问如何知道父母有没有被超度？超度后的父母投生何去？上人答：你问知道的人，我是个不知道的人，我不能答复你这个问题，没有这种学问。552问，日本佛是什么佛？上人答：日本佛吗？553问，请上人开示。我们知道华人无论在哪一个地方，包括在马来西亚，都是四分五裂的。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上人答：帮助其他的人，帮助其他的国家，你往这一方面说他不好，你往那一方面说他又好。譬如白天可以做工，晚上就可以休息，你若说休息不对，晚上也要做工，那累死了吗？他不团结，五零四散的，到时候他帮助够了其他人，他也就会团结，那没什么。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你能在这个反面把好处找到 ，everything is okay, no problem。554问，如何离苦得乐，了生脱死？上人答：你不苦就乐了吗？你不死就生了吗？事事都好去，脾气难化了，真能不生气，就得无价宝。再要不怨人，事事都能好，烦恼永不生，冤孽从哪找？常瞅人不对，就是自己苦没了。555问，佛法中有没有所谓的西藏男女双修法？上人答：你要知道那么多，做什么？是不是吃得太饱了？556问，刚才说动物吃了空气染污的植物，动物身上会产生毒素，那么人们吃了植物是否也产生毒素呢？上人答：不止毒素，还会死呢，你要不信就试一试。557问，请上人解释苏东坡的偈颂：溪声尽是广长蛇，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计，他日如何举世人？上人答：你愿意学苏东坡，不要来问我，你去问苏东坡去。
这是妄想所现出来的。我没有做苏东坡的梦，我也没有苏东坡的妄想，我怎么知道这个问题？558问：我们出家了，可否参你为师？上人答：你不参，已经就师了吗？你若认为我够做你的师父，你就不参，我也是你的师父。你若不修行，你就参，我也不是你的师父。559问：大忏悔文中的性相佛法及僧伽二谛融通三昧印应作何解？上人答：你要修吗？你不要修就不要问，你要修就不能那么随便问，你要郑重其事的，你不尊重法，尽学一些口头禅做什么？560问：既然菩萨已经是将求佛国的修行人，所以说观世音菩萨是位菩萨，但是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为什么在普门品要我们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而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呢？我们是应该多向佛学习呀。上人答：你愿意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就叫你少念，你也可以多念。你不愿意念观世音菩萨，他就叫你多念，你也可以少念嘛。561问：我教的小孩子不听话，没有法子教，我想尽办法也没有用，要用什么方法可以令他们听话？要念个什么咒？上人答：忍耐，忍耐，娑婆诃。562问：父母应该怎样鼓励孩子修行呢？是让他们在年纪小的时候就开始修行，或是要等他们到相当年龄再修行呢？上人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要是做得好，小孩子也跟着学；你要是做得不好，父母做得不好，小孩子也跟着学坏了。譬如父母一天到晚想着贩毒，那小孩子一定会吸毒的，因为他太接近了。563问：您是否也是我过去世的师父？上人答：你问表示你不相信，你有疑惑。564弟子说：恳请上人久住于世。1990年曾在三次不同的情况下表示此意。上人开示：我并没有说我要走了，这种事是注定的。565弟子说：我想为上人立一个延伸牌位。上人开示：如果我需要别人来帮助我，我又怎么能够帮助别人？566上人问弟子：你是否很怕修？弟子答：是的。上人开始：你怕修是因为你有我相，金刚经上说，因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567弟子说：我很怕师父骂我。上人开始：我有没有骂过你？弟子答：没有。上人开示：如果有人骂你，你应该笑。568问：如何节欲？上人答：你想要节欲，也要去欲断爱。你要知道，欲念就是消耗人的智慧，你没有欲念，你的智慧就一天比一天增加。你要有欲念，你的愚痴就一天比一天增加。为什么有欲？因为你吃得太好，吃了很多营养的东西，生了很多欲，你没有法子来承受得起，所以欲念就没有法子把它控制得住，
欲念多的人不要吃那么多肉，不要吃那么多的洋葱，不要吃那么多的葱、韭菜。有营养的东西少吃点，它一点一点就好了。欲念多的人就因为吃得太好了，要是半年不吃饭，一定没有欲。569上人说，我请问大家，我们人活着是为吃饭活着，还是活着为吃饭？弟子答，我们吃饭为活着。上人问，活着为了什么？弟子答，求知识。上人问，求知识做什么？弟子答，为了成就自己精神方面的目的。上人开示，不错，我们人人都应该求智慧，要有智慧，有大智慧就不会糊涂了。为什么我们尽做一些糊涂事？就因为没有智慧，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佛也就因为求智慧才要成佛。我们要做一些个有功于世、有德于民、有利于整个全人类，这个人的天职、人的任务应该是这样，不是为了吃饭。570问，请问上人，班禅喇嘛死后对中国佛教有什么影响？上人答，我不答复你这个问题，不确实知道的绝对不下五段，不批评这个事情。虽然吃饱了饭没有事情，也不要找这个事情来谈论。571问，师父，我怎么样修行？上人答，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勇猛精进，而不生共高我慢的心。572问，某某外道的弟子为什么他们不研读楞严经？上人答，楞严经是照妖镜，一见到照妖镜，他们的底牌就现形了。573问，我看过很多佛教的书籍，但是和上人所讲的佛教不同，尤其是密教里面的双修法和上人所讲的完全不同，请问那种法有什么价值？上人答，我不如他，你愿意听我的，听我的，你愿意听他的，听他的，我不比较，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自己去选择。可是佛没有告诉哪一个人有欲念可以成佛的。楞严经上说，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如蒸砂石，欲其成饭。574问，我要怎么样帮助别人？上人答，行善要在默默中。575问，我要选择信佛，可是我的父母是信天主教的，我不跟随他们的信仰是不是不恭敬？我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上人答，你要吸毒是不是不恭敬？是不是矛盾？我相信你没有吸毒，所以我这么答复。576问，我们有嗔恨心或发脾气，如果可以适可而止，那不是很好吗？上人答，能办到适可而止那是很好，可是恐怕不能适可而止，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因为适可而止没有界限。577问，这个嗔恨心就算适可而止，我们也不应该有嗔恨心，是吗？上人答，是的。578问，阿修罗如果不是一个善道，为什么在三善道里面也有阿修罗道？上人答，他虽然是在三善道，可是他常常拉入四恶趣里面，为什么他也列入三善道里面呢？因为他也立过功，他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太过了，善中有恶，
所以，有的时候把它列到三善道里边去，有的时候纳入四恶趣里边去。579问：如果一个人他吃人肉，他会不会变成人呢？善人答：你试试看，我没吃过人，你也没吃过人，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所以我只可说你试试看。580问：为什么基督教徒可以吃肉，佛教徒不吃？上人答：基督教也可以不吃肉，佛教本来出家人也有吃肉的，佛教没有叫人一定不吃肉，还有三净肉可吃。耶稣教也不一定叫人完全吃肉，耶稣教的人也有吃斋的。581问：修行要怎么样才能成就道业呢？上人答：习气不改是不能成就道业的。582问：我做很多好事，为什么久病不起呢？请上人为我加持。上人答：念观世音菩萨就会好。583问：罗汉不也是可以了生死吗？上人答：那是自了汉。问：菩萨生生世世度众生，不是很苦吗？上人答：我们虽不是菩萨，但愿意生生世世学菩萨道，正道以后就不苦了。人就如同一张照片里的形象。584，我问：师父，你最得意的事是什么？最失意的事是什么？上人答：我最得意的事是助人为快乐之本，我最失意的事是我打妄语，说了做不到。585问：佛教分作显密二宗的，那么以何者的众生是比较有帮助呢？在万佛城的修学是不是显密双修的？上人答：所谓密和显，密并不是像我们人所想象的那个密，显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显。在佛教里，显是人人都明白，我为乙说法，甲也会懂。为甲说法，乙也会懂，这是显。密就是我为姓张的说法，姓李的他不懂；给姓李的说法，姓张的他不懂，这叫秘密不定，并不是说秘密不叫人知道。讲什么双修呀、单修呀、胡修呀、乱修呀？不是讲这个。586问：密宗以及基督教都说可以结婚的，这是否是不清净呢？上人答：我不愿意答复这个问题，因为答复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也不知道我是真的。这种问题里头有一种争论，我不愿意争的。总而言之，要是真修行，就不能结婚，也不能搞同性恋，也不能自己去手淫。587问：听说向高僧顶礼有功德，可消旧业，请问是否是真的？上人答：是和不是，如果你顶礼的那位法师是真修行人，你向他顶礼有功德。如果你顶礼的那位法师没有德行，将来他会向你顶礼，因为他要还你的债。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因为我知道我欠人很多债，所以12岁就向所有的众生，包括蚊虫、蚂蚁，我都向他们叩头礼拜。我也不希望他们放光照我，我不要等着等着，太多了就还不清了。588问：有人说无佛可成，那到底修什么呢？上人答：佛是有佛，
不过，我们成了佛，就不会再执着有个佛。589问：常听人说坐禅会灵魂出窍，到底真正坐禅是什么？上人答：坐禅，济公说过，禅者恶也，饥者寿也。您要禅，就是因为饿了就禅，肚子饿了就会瘦。坐禅就是冷静你的思想，你坐着，他出窍的时候你知道的，他出不了窍，你自己也知道的。我不想这个，不想出窍或不出窍，我吃饭也不愿意吃的太多。590问：少欲知足，少欲怎么可以知足呢？这个怎么可以说能够真正满足呢？上人答：你没有欲了，你就没有贪心了，没有贪心就知足了吗？你为什么不满足？就是因为有贪心，贪就是贪欲。591问：菜虽然没有血气，但是我们把它做成咸菜的时候，那个菜也会很不高兴，也会反抗，那这不也是一种杀生吗？虽然说我们吃肉是杀生，吃菜只不过是轻微一点，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上人答：你要连吃菜也认为是杀生，你就什么都不要吃，不更好？你喝风，风里头也有众生，也有它的生命，你喝水，水里头的生命更多，你吃土，土里也有生命，那你只可以吃火了，火里头也有生命，那你说怎么办？592问：现在人类周围的环境都破坏了，所有的动物如果死亡了，那么他们的魂又到哪里去投胎呢？上人答：移民到外国去了。你不相信吗？有中国人欢喜美国，就去美国入美国籍，做美国人。有美国人欢喜中国，就去投胎做中国人，不需要入中国籍。灵魂亦复如是。你问我说有什么证据，我现在说的就是证据。593问：怎么要断欲？要断欲，这个欲欲厉害，强的没有法子控制。上人答：你要想控制，我有一个好办法。你半年不吃东西，一定没有欲念。594问：若有些人由于经济不允许或其他因素不得已要堕胎，后果是不是一样严重？上人答：既然经济不许可，应该根本就不应该叫他有胎的，免得会有第二种麻烦的事情。自己经济既然不许可，没有这种能力范围，为什么要等到有了问题才去想办法？要防范未然。避孕不比堕胎更好吗？妇女没有那么伤身体，别的好办法为什么不想？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木已成舟、米已成饭才知道肚子饿了，才知道要做饭呢？每年的预算应先打算这笔预算。595问：人都有生老病死，人要是病了，是不是因果关系？如果人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就没病了？上人答：不能说一定，好像有的人要堕胎，这是怕医生没有钱的问题。这个医生一定和你有非常密切的亲戚关系或者是朋友，不然你为什么怕他没有饭吃？596问：真谛是不是说空的意思？上人答：也可以说有的意思。你认为它是有，它就有了；你认为它是空，它就空了。空不爱俗，俗不爱真。真空里有妙有，妙有里有真空。
你可不是要为真空所迷，妙有所悟。597问，我们心里面有忧愁，怎样可以解自己的忧愁和别人的忧愁？上人答，把忧愁的根找到它，就没有忧愁了吗？根给抛弃，根是什么呢？根就是没有满足你的欲望，你就忧愁。要满足你的欲望，你一定欢喜的。不要有欲望，什么问题都没有了。598问，怎么样可以使恶业减轻？上人答，做善事。问，我怎么样做善事？上人答，你知道怎么样做恶业，就应该知道怎么样做善事。599问，请问上人对造庙的看法？上人答，造庙不如造人，造人不如造佛，造庙如果没有人手是浪费了。我不是反对造庙，我是说真理。你造大庙我同意的，我不同意造小庙。我拆小庙造大庙，没有庙的地方我造庙。600问，何谓为识，何谓般若，二者有何不同？上人答，为识是识心所知道的，般若是智慧，是识心所不知道的。601问，人道无求，品自高，自古成功全凭忍，请解说。上人答，对人是不应该有所求的，忍是不能忍的也要忍，不过师父对徒弟不能完全忍，要恩威并用，对徒弟忍了，把徒弟都惯坏了。602问，请问上人，学佛修佛是要如何修行才能有很好的果位？上人答，就是老老实实认真去修行，依教奉行，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想走捷径，不要存一种侥幸的心理。唯独佛教是最公平的，用一分功得一分果，用十分功就得十分的果，你自己要是不用功，就没有果了。603问，有人说佛好像比人还多，上人答，但是佛互相不冲突，佛都是一个的，有多少佛就有多少人，但是人遇到人就要打架。604问，要修成佛是相当艰辛而不容易的，因为要让人六根清净，清净无身，已经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上人答，佛是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来修福修慧，我们修了2天半，就说我修行了，好像说笑话一样。605问，什么叫莲华座？上人答，因为坐姿犹如莲华之故，又因为常坐在莲华之上，表示身轻而有定力，又取莲华藏世界之意，故名为莲华座，又为吉祥座。606问，上人说佛教是智慧教，怎样是佛？怎样是大智慧、大慈悲、大仁？上人答，这个问题不是片言术语可以答复的。佛是梵梵语，具足叫佛陀耶，英文叫 Buddha， 我就顺着而取名为不大。虽不大，但小不小呢？也不小。我在卡兰斯特演讲就这么说，这不大就是 Buddha， 佛和人一样，就是不大，只是智慧比人高超。佛修成了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这是佛的全能。
佛的智慧高，所以慈悲心大，他的能源永远具足，不会缺乏的。佛的能力没有人能比的，一般人的能力有限度，佛的能力是没有限度的，所以他的慈悲无量，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慈悲喜舍，这就是佛的四无量心。一般人的慈有限度，悲有限度，喜有限度，舍也有限度，不像佛能舍人所不能舍的，对一切都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什么叫慈？什么叫悲？慈能与乐，悲能拔苦。607问，有人说在极乐世界有360000亿阿弥陀佛，请问这个数目是否正确？上人答：到了极乐世界，人人都是佛了，所以去的人多了，佛就一天比一天多了。360000亿是几千年以前说的，恐怕现在就更多了，不要怀疑这个。608问，为什么佛教不多造一点庙堂，多讲一点经，不是就可以有多一点人来认识佛教吗？上人答：佛教有时候自己也有自己的丑事。什么丑事呢？在中国的佛教都是各自为政，没有团结起来，是一盘散沙。609问，很多和尚都有武打功夫，像少林寺什么派什么派，为什么要有功夫呢？上人答：这是达摩祖师到中国一种方便法门，出家人吃饱了，没有事他就睡觉了，不修行，所以达摩祖师说，你们吃饱了，锻炼功夫，身体强健了，这是为了自修。610问，在圣经里讲到有关十戒的地方，也有一条关于孝顺父母，可是西方人把这一条忽略了。可是佛教里怎么可以说孝是德之本呢？因为佛陀他本身也离开了父母。上人答：佛道是讲孝道，讲到极点，提升到极点了，一般人看着以为是不孝似的。佛陀曾说，是男子皆是我父，是女子皆是我母。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他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所以他不看清每一类的众生，要把一切众生都度成佛，有这样大的愿力，所以他是真孝，是至孝，再没有比这个更孝的了。以广大普遍的孝顺对一切人，所以他修行成佛之后，再度一切众生成佛，这样孝道算是尽圆满了。佛教里讲孝道，任何一部经典里都有讲，一般人不懂佛法的人，从表面上来看，佛出家修行不顾父母，其实这是真正想要对父母尽孝道。611问，如何防备那些没有赤子心的人来侵略你，并使你上当？上人答：这些狼狗要来吞你，你也要把狼狗吞了吗？612问，有时候人的用意是好的，所引起的行为却造成伤害，那该怎么办？上人答：你处处想着别人，就不会对人有妨碍了。你若处处想要利己，那对人人有妨碍。613问，天主教、耶稣教的人根本不信有轮回，不知有没有办法解答？上人答：小学生，你和他谈中学课程，他不懂。中学生，你和他谈大学课程，他也不明白。这信不信是时间没有成熟的问题，这都无需来忧虑这些问题。
614问，我本来想出家做和尚，现在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太太，有我自己的愿望及欲望。美国是一个制造欲望的机器国家，有电视及各种广告的宣传等，使得没有欲望也会变成有欲望。面对着这种潮流，这些欲望，我身为一个丈夫及父亲，支持着一个家庭，这个大灾难就落在我身上了。是不是要回去做和尚才能断欲去爱？我自己造成目前这一个生活，我自己应该负责任。虽然这么说，我又怎能得到平安平静呢？上人答：见是醒世出世界，见是迷世堕沉沦。这个不要问，要问自己，你自己惹出来的麻烦要自己想法子。615问，很多人甚至宗教人士，他们在社会里努力斗争，把社会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阶级，一个有钱有产的阶级，一个没有钱无产的阶级。现在已分得越来越清楚，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我们可以说，已看到马路前边那个火堆，我们身为宗教的人士，应该怎样面对这个事实？上人答：把火堆全熄灭了。616弟子说，我们应该常常办一些世俗的活动，才会有更多人来信佛。上人开示：凡是我的弟子，都应该好好修行。我宁愿重质而不重量，以免错因果。617问，上人说，如果你存心不好、不正、有自私的话，你就会碰钉子了。问题是怎样辨别正确的目的、正确的方向，怎样分辨善恶？不但要选择善良的道路，而且要努力向善的道路走，怎样来辨别清楚呢？上人答：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人本来是很容易改过自新、改过向善的，可是在光明道路上，往往人都迷惑了，黑暗的道路反而是跑得很快，这是反掌之意吗？我相信这不需要多问的。小孩子没人教怎么吃奶，他一出生就知道，怎么长大做什么，一定要人家告诉你。618问，上人说，如果吃饭吃得太多就不能开智慧，那为什么佛那么胖胖的，他肚子大大的？上人答：我没看见佛，我不知道。619问，女众在佛教里面有没有地位和身份？如果他们向你学习佛法，应该怎么样实行，怎么样做的？上人答：佛教是没有男女的分别，佛教里只有规矩。女众的规矩比男众多一点，因为女众的习气有小至如毛的小关节，她都计较；男众是大大盖盖的，粗粗鲁鲁的。所以在佛教里讲是平等，可是各有各的规矩，都要各守各的规矩。620问，发起内心的智慧这个题目，我希望多听一些。上人答：智慧是要你自己发觉，要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要从这个先做起。621问，怎么知道自己是够小了？自己愿意往小的长，往小的缩，但若要做大的事情时，力量从哪儿来？上人答：事情没有大，没有小，小若多了就是大，大若少了就是小，这没有什么界限来分大小的。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也不要论事情大小。你要尽算这个账，一定睡不着觉。上人伸手是其掌面及掌背，这是智慧，这是愚痴。愚痴和智慧在什么地方分开这个界限？这是我的愚痴见解。众人笑。622问，
因为现在上人把南传和北传的距离拉近了，也取消了，会不会渐渐的也把道教、儒教及佛教之距离也拉近？上人答：儒教是小学生，道教是中学生，佛教是大学生。623问：听师父讲这六大宗旨等等，听起来很困难，也很不好学，尤其是真正不自私，我觉得非常困难。上人有没有什么课程或学校或什么方法可勉为其难教我们如何不自私？上人答：这个虽然也要人教化，这是要从小来，从头开始。小孩子，你若教他懂得怎么做人，怎么样待人接物，不要他在众人之中争第一，而且想赚大钱。他小时候没有自私心，长大了也就不会发狂似的，本着自私来做事。有人说，你说这个道理我学不了，我已经老了。有人又说，我年轻又没学，现在更学不了。现在只想赚钱，赚多了或者可当官发大财，我只知道这么多。这也不要紧，壮年的、老年的，虽然儿童时期已过，你还是可以学那小孩子的心理行为再来过。所谓一切是考验，看我怎么办，看你怎么办，看他怎么办。对镜若不识，须再从头练。你对镜若不认识，就要从头再开始。624问：出家人和在家人修道，为什么有人修出光来，有人没有？有人还是自小就有光，这是什么道理？上人答：不要执着这个，有光没有光都要修行。有光不要自满说有光了，这个光一执着，有就会变没有，没有光的人要修行，没有又会变有，不要执着这些皮毛的问题，只要老老实实去修行用功，依照佛法往前去勇猛精进，不要向后退，不管光不光的，到时候你不想有光也会有了，不到时候功夫不够，你想有光，光也会没有的。625弟子说：师父，某某人要离开圣城了。上人开示：菩萨要走也不留。626问：台北市七号公园的观音菩萨雕像本来要被市政府搬迁到别的地方，这对观音像并没有损坏，为什么上人说这对台湾大局有很危险的影响？弟子实在不明白，请上人开示。上人答：因为这是众人的心理，不要搬，如果搬了就是违背大家的心理，这样就有不祥之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老百姓就是国家的根本，应该要抚顺民意。627问：如果朋友吸毒饮酒或做坏事，当他们生气时，应如何以慈悲心来对待他们？上人答：结交朋友要小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无有不如己者。对于坏的朋友，敬鬼神而远之是最好的方法。628问：佛教是有神论及讲求神迹灵感的宗教吗？上人答：佛教也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无神论，也不是求灵感求好处。629问：需要和欲望有什么分别？上人答：需要是指必须用的东西，欲望是可有可无的。630问：我们如何知道自己适合修何种法门？上人答：那你再问自己，吃什么是合你自己的口味？如果你知道了，也就知道应该修什么法门了。这很简单，不需要问的。
631问，要如何修行才能了生脱死，离苦得乐？上人答，要修不打妄想的法门。啊，你又问了，如何才能不打妄想呢？嘿，就是回光返照嘛。632问，初学佛者应如何降伏其心，安其心于菩提网中？上人答，菩提没有网，你如果不修行，我也没法令你做个漏网之鱼。633问，性、识、意、心有什么分别？上人答，小孩子刚生出来时，活活泼泼的，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这时可说是性。意知道吃奶了，食就会增加，吃奶之后又懂得穿衣服，不穿就会冷，不穿就觉得羞耻，知道饥渴寒暑，这就是意了。等到长大，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这就是有心了。本来这是四种心，可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互相有连带关系，不可分开，是同一家。虽说有四个名词，但是它本性是一样的，它根本的罪魁就是业。634问，最近我看见加拿大境内某一个省发展伦理教学，但是我发现它的内容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他们虽然讨论怎么样自重自爱，但是他们还是忘了最根本的，就是孝顺父母，还有对家庭观念的伦理自重。我个人碰到的教学困难，就是发现很多小孩子，他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家庭破碎，或者只跟父亲住，或者只跟母亲住，或者跟同性恋的父母亲住。因此，当我讲到孝顺父母时，有时他们很难把这种观念深入心里，而真正的在家里实行。甚至有些孩子，他们想把这个观念在家里实行时，父母却不能接受。请教上人及其他老师，这种情形，我们做老师的该如何教导，让基本伦理孝道及尊重师长的观念深入孩子的心里？上人答，这就要运用每一位老师自己的智慧，要知道怎么样通权答辩，令这个问题没有了。譬如人的家庭都不一样，有好的有不好的，不好的家庭不能像好的那样处理，这要通权答辩，用折中的办法。若是自己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等着，看看哪一位有办法，大家可以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共同用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这都不是很困难的问题。孝道是为普通的家庭讲的，要是特殊复杂的家庭，那就要用旁的办法了。有经法，有权法。经是经常之道，权法是权变一时的。道有经权，须并用，是分体用，要全明。635问，经和咒有什么不同？上人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咒就是咒怨誓愿，有所求愿。经是修行中必须学习的道路，你若明白了道理，就要自己照着去做。另外，经是由梵文翻译成华文的，你把它的意义翻出来了。咒是没有翻译成华文的，只有保存它的音，这是一切诸佛的秘密真言。